现 Quincy Davis 团，还有两秒钟，简浩垫了半天后场的球。Oh my PLG! Oh my PLG! 哇，整个洲际这边已经屋顶要掀起来了，简浩射出了洲际飞弹啊！飞了，这个运球危险啊，凯燕超到，而且前面没人了。哦！李凯燕背筐 reverse dunk， 哇！背筐暴扣，哇！这球我直接给他这礼拜十大好球第一名了，真的，哇哦！哦，另外一边，高国豪，这是一个 and one， 他有没有看篮筐啊？今天就是要带着这个 IMO 朋友的一个精神啊，看能不能够拿下胜利啊，因为在今年工程师还没有开张。洪大哥也非常的兴奋啊，对，因为高国豪在把球放进之后其实是第一时间看向了洪大哥，为他加油打气，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国豪。要让阿提诺来做一个单冲，阿提诺转身，哇，这个火锅又是 Chris Johnson out of nowhere， 哇塞，他要底薪八，同时还补防过来这个高度和弹速，真的，哇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，已经赏了对方两个火锅了，空中接力给 Perry Jones， 他可攻可守，哇哦，非常全面的 Chris Johnson， 对，很低位。那就看钢铁人能否把握一些外围的机会。哦，这个球后排球给的精彩啊，酷帅高冷飞起来。这个球基本上在对方出手之后，你就看到小军已经准备要跑了哦，所以他非常的积极的不断的去跑动，那队友也看到他了。限制 Harris 是做的还蛮好的。哦，后面大兵第二线的防守奏效。姐夫地板球再给大 B， 时间暴扣，这一来一回气势又被梦想家给压过去了，而且又回到了八分差距。他们这场比赛的首度领先，领先的中间拉杆出手接，高难度的动作，小顺义绕过来，放篮还是差了一点。DJ 动起来打，他的机动性是相当恐怖，绕过来好才会向上，这是一个最酸加法，这个男人真的太狠了。其实我觉得富邦也是找到这样的一个优势，当强森拿到球的时候，他只要往前开始。一脚的外线给了篮板球落下来，阿吉空中一波，手相当快，好球！洲际飞弹也可以这样处理的，阿吉再超一个，差一点，哇，要小心小心，哇，整个人飞进了观众席。强森轮转，再回到强森的手上，要暴扣了 ！Oh my god！ 不只是强森，这是给 N1 了，新特利在旁边都变成了关公走路了。我看到这个球，一个起跳的距离非常远呐，而且看到大 B 要追防，真的也是又